其实我完全没想到说唱导师团上来就这么的严格，但是还好他得到的是待定，所以选择权又回到了我们 BOSS 团这边。这两个人如果相提并论的话，我会觉得有一个会好一点。了解，还是高标准严要求吧，是吧？如果他们俩对比，可能比如说确实是说得好，对哪个老师可能更喜欢旁边的说大一点。他们这么有经验的说唱歌手，你任何一些瑕疵啊，或是失误，或是不专业的地方，他们都看在眼里的，对，所以就是真的很难逃得出他们的那个法眼。如果那个选手是我特别喜欢或是特别欣赏的，我肯定希望他就是留下来啊，就是再看看嘛。我是一定给过的，对对，我也觉得 OK， 我也一定给过。反正目前这边有两票，我也有，我也加上我三票，所以没问题。楠楠，你宣布，楠楠来来走走一个，走一个来，都 OK 的。经过我们 BOSS 团一致的投票，阿斯巴甜最终的结果是可以继续留在这个舞台。收到。哎，老师，综合所有说唱导师的意见，我们一致决定。因为我觉得他没有太大的问题。你本次公演考核成绩为不合格。哦，很难受啊，这个。啊？搞效果？我觉得我找不到他的评判标准，你懂我意思吧？我的天哪！意料之外。哇哇！直接就打叉。我还是觉得很吃惊，他们很好啊，非常的完整，技巧是非常厉害的。也让我听着觉得哦很炸。我们充分的100%的尊重说唱导师团的意见，因为各位来就是要代表你们的看法。但我能问问为什么吗？对，为什么？我们其实有激烈的互相说服对方。我选的是两个都给过的，这是我的答案。你觉得这两个到你的点了吗？现在那种一抓一打吧。对呀、啊，100个 rapper， 我可以抓90个像你们这样说得快、说得好的。只有那个外壳，没有内核。他们看说唱那个东西看得太具象化了，爱去钻韵脚、钻 flow。我觉得你把它抽象化一点，不会想看那种我在这个人身上看到了10000个人的影子的那种人。是觉得我们给阿斯光点过，这个一定要给他过，因为他其实他差别不够够够够，我们这没有必须过，这个必须过，这个必须没有必须过，不要害怕好的，这种霸闪的商议之后收的，你可以继续往下走。